6月3日，3D 国际特工大片《天机：富春山居图》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，两位主演刘德华、林志玲现身为影片造势。此次的《富春山居图》可谓是圆了刘德华的特工梦，不过遗憾的是，他依然与导演一直失之交臂。据他自己透露，当导演一直以来都是他的梦想，近几年就有筹备这个工作的打算。当记者问及女主角的人选时，刘德华毫不掩饰对林志玲的欣赏，称林志玲就是心中的最佳女主角。现在没有，希望很快。最近比较忙的做些电影的宣传，然后也在排练自己的演唱会。那所以我希望明年等到这一部戏上了之后，真的有机会的话，那我就开始。那你心里那个最佳女主演的那个人选是谁呢？我林志玲啊，希望她能够。我愿意。不仅如此，将林志玲视为珍宝的刘德华虽然一开始说愿意给她介绍男朋友，不过却立马调转枪头，扬言林志玲是他的。给他介绍男朋友。我不会有，我愿意，如果有好的也可以介绍嘛，对吧？好朋友会是我的，你别想那么多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上海报道。